现如今，百姓餐桌上肉菜是必不可少的。在东北啊，没有啥事儿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。但传统意义上的肉菜难免存在操作难度大、不符合健康饮食习惯的问题，所以我们从吃肉不腻，尝一尝这带果丹皮的这个烤肉更香，和肉类边角料再升级的三个角度，帮您健康吃肉。哎呦，你说有的时候人很怪啊，就你不饿但是你馋，你想吃点带味道的东西，最好吃肉，然后你觉得这随吃得随有，还得最好健康一点，然后呢特别解馋的那种。我估计很多人跟我一样都有这个问题，对不对？我要吃点肉。那我晚上给你炖个排骨。那还老吃炖菜呀？吃点新鲜小零嘴啥的。这个真没有。哎，怎么都是素的呀？还是想吃点肉食小零食解解馋。洋洋，快吃饭呢，吃肉。吃够了。妈妈，你给我做小零食吧。看来大伙的问题都差不多。第一呢，馋，想吃点东西，然后觉得在外面买的不健康，然后自己最好能够做，做呢又得方便，还得容易上手，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东西还能保存，能够随吃随拿。这个问题谁来解决呢？今天请来两位帮大伙彻底解决这个问题，来欢迎两位，欢迎。哎，何老师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两位刚听清楚大伙的问题了吗？嗯，听清了。怎么解决？零食呀。做零食吗？对啊，不可能，怎么做零食？肉也能做零食。能够方便保存吗？嗯，当然了，随时随拿，方便保存。是吧？然后做起来。老少皆宜，做法简单。那您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一个名美食爱好者，我的名字叫王芳，也是一名宝妈。是不是因为有孩子的缘故才做了一？确实是有了孩子之后吧，就是从主食到辅食，然后到零食，我能力所能及的都自己做。从主食到辅食，然后到零食。佟大厨打一招呼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老朋友佟伟。佟大厨，嗯，人家做零食是因为人家有孩子。我是奶爸，我家也有少爷呀、啊，我要给每天要给他做一些零食呀、啊，包括肉类的，也要给他多点那个叫蛋白质嘛，开胃健脾、嗯，就是说想尽办法也要给他做好。我不知道你们家孩子这开胃健脾这个效果怎么样，我觉得你好像不错。因为现在刚好到了这个吃肉的季节，冬天嘛冷，有没有什么好招方便又满足我刚才的要求？当然有了。什么菜啊？猪肉脯。您自己做猪肉脯？对啊，就是那个咱们要去，比如去珠海、去澳门、去广东，对，去香港都要排队的。对，在家就能做，真的很难，因为它味道呢有各种味型，然后它最重要的口感呢就是它泛着那个油滋滋的感觉，但是你又不会觉得很干，咸中还带点甜，甜中还带点咸。还有一个要求，就是因为你们两位说今天做这个小零食，而且都是给孩子做、是不是你们会着重考虑健康这个问题？对、从选材啊，然后自己的配料啊，包括盐的这些用度，反正就是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吧、都可以调整。那宝妈先来，行，怎么样？好吧，您需要什么锅什么的，我帮您拿。不用锅啊，不用锅。这个好，不用锅，用来，这块肉应该是我的。怎么分辨哪块肉是你的？对呀、啊，对，一般是里脊或者后腿、就是肥肉不太多的。今天这块肉吧，就稍微它这块有点筋，我们得把它去掉，要不然会影响口感。孩子多大了？猜。以你这么细心的对他照顾，应该他现在很小，对吧？对，几岁？一个11岁，一个3岁。今天我们不是要把它得弄成那个肉泥，所以给它尽量切成小块儿。你像我去看人家那个肉脯啊，就是排长队买，然后呢有的时候还得限量，我觉得那个可能难度非常大，而且里面是有一些秘方的。其实在家里做吧也还相对简单，三个小窍门吧就算啊。三个小窍门、对，第一步刚才其实咱们已经说了，就是这选肉要选对。选对肉。对，是吧？选那个、带筋的，好好听课。选瘦的，但是瘦的肉呢，经常有筋，但是大家一定要把那个筋膜去掉，这样的话口感好。对对对，那个我的机器，机器，绞肉机，这种很方便，充电的。对，来。
肉泥要打成像泥状是吗？对，我这个泥已经打好了，有溶出来了。对对对，你用手一捏，然后完全没有那肉颗粒，就没有颗粒感。对，开始调味儿，其实都是家常的这些调料，蚝油来点，一斤肉五克。真的是因为我在吃那个肉脯的时候，它在咸鲜里面是有一点甘甜味道，生抽有这老抽。太太乐原味鲜头道生抽，还有我们太太的原味鲜特级红烧酱油，这俩满足您的需要。这个液体的吧，不用放太多，因为放多了那肉馅水分特别大。好了，哦，够了是吧？嗯，够了。料酒大概两勺吧。白糖的话就要多放一点，因为你看你吃那个甜的那口感啊，零食必须得有的一个功能。对对对，因为它是为了讨好我的舌头，讨好的味蕾，我不是为了吃饱，我是馋。黑胡椒粉来一点啊，需要点鸡精。这是我们的美极鲜鸡粉，它更好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这只馅儿嘛已经打得很细了，它是粉状的，就很容易在里面特别的匀称。如果想让它那个漂亮，咱们再加一样，就是我们这个红曲米粉。你们家孩子平时你劝他吃肉劝得动吗？不是特别爱吃，但是这个还是挺爱吃的。就小零食随吃随拿，做一次咱吃一周都没问题。有一点很重要，就是说在家做呢，他健康吃肉，因为每一个食材包括每一步骤呢是妈妈亲自在里面总监督，朝一个方向搅这个肉馅，然后他让他容易上劲儿，基本上这个程度就行了。非常有筋道了，看对的，这粘就是粘合度非常高，很非常高了。怎么检测啊？咱把这盆儿倒过来，大厨来倒吧。好，做看看能不能掉。但是你想掉还是不掉？我想掉还掉还不能掉？不掉就对了。我们这调好了，然后下一步我们就准备油纸烤盘，它需要保鲜膜。这好的，我们这个肉馅可能稍微有点多啊，弄一部分吧。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，就是看这个颜色哈，就看着特别漂亮。不过因为有闻了有股那个挺香的，直接铺上去吗？对，就是这样。然后这个主要是为了，因为我们下一步要让它成扁的嘛。第一步我们先用手，对对，特别治愈。我跟你说，每次做这步。我摁出了一个我的手模，就是按照这样的方式，就是给它摁吧，摁平了是吧？对，然后下一步我们可以借助那个擀面杖，这一步特别有意思，尽量给它擀得均匀一点，就是可以轻轻的给它擀。这个窍门很重要，就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样把它变平，变得很均匀，因为它最好是薄厚均匀且能透光。还有什么？当放烤箱的时候，它受热都是均匀，它不会说有地儿糊了，对，有地儿没熟。不要太厚，太厚的话就成饼了，也不太好。但是也不能太薄，太薄的话出来那口感就偏脆了。对，就像纸，韧性。对对对，嚼起来没有那韧劲儿。你还想让它更均匀一点，也有一个小窍门，案板。案板。给它稍微从上面摁一下，哎，咱们这特好，这力度，这厚度，狠了吧？均匀啊，均匀，窍门儿，不是，这是你刚才想到的吗？不，知识点，知识点，记下来。就得百般尝试，大家在家试一下，总有一次，是那个特别合适的口感。我也试过，也翻车过不少次。我们能看看你怎么翻车吗？太不好意思了，可以。怎么糊了？看着就有点干，尝一口，味道还行，就是有点干。好吃吗？还行，不好吃，不好吃，不好吃。翻车的主要的原因是在于，第一个就是它口感太干巴了，太没有嚼劲儿。刚才你说那干巴，待会儿咱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然后呢，要是说那个嚼劲儿的问题，可能就这厚度。给大家看一下啊，滴溜起来都不会掉吧？没问题。你这么去看它，它很像一幅艺术品。你这么看它，你就会好想吃它，能够看到我的影子，但是呢，你又看的不是特别清楚，这个薄厚就可以了。有一些坠感，但又没有觉得很沉。这个我们就可以进烤箱了，大概是170到180之间吧。第一步先放进去10分钟。那边已经预热好了啊。我觉得现在特别好，就因为冬天冷了嘛，我们到了吃肉的季节了，然后我们就担心肉吃特别多，把它变成零食的话，你不会过量去吃它。另外很多孩子呢，你劝他吃肉他不吃，变成零食之后他就比较容易吃肉。这个全部过程都是我们自己做的，我们所有的调味料包括原材我们可以自己选择，所以说它会变得相对更健康一点。时间到了，行，大厨您帮我取一下。哎，让我这活了，我来。
已经闻到了一些干香味道了。哟，真不错哎，真不错。他瘦了哎，真瘦了。对对对，瘦了。对，他缩水了。这一步呢，就需要我们用到这个蜂蜜水，这我调好了的啊，就是大概是一勺蜂蜜放一勺水，1:1的比例。第一是颜色那种光亮的，特别好看。第二呢，也防止它特别干吧那种。用糖的那个甜分，加强它的那个韧劲。再来装饰一下，再表面撒点这个小芝麻。哎，给大家说一下，第一个小妙招选料是吧？选瘦一些，但是一定要把那个筋去掉。第二个小妙招什么来着？压。哦，用案板压。第三个小妙招就我刚才刷的这个蜂蜜水。好，三招就可以解决我们刚才所疑惑的所有问题了。再烤多长时间？再烤10分钟。好，烫烫烫。行，谢谢。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对。哎，好。10分钟之后就好了。你们家孩子怎么评价你做的肉？用实际行动表示吧，都是。吃的好，两回吃了，吃干净是吧？对对。你会控制他们的量吧？稍微控制一下吧，因为每次烤的，你像我们这烤箱可能烤就够那么多，吃完就没了。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我们健康吃肉的办法。一个是在我们烹饪的时候，我们用更健康的方式，用更健康的原料。另外一个就是你可以方便控制量，成了吗？成了吗？可以，看一眼，你自己看一看，要不然。我可以了吗？可以。好，我来拿。我又瘦了一圈耶！又瘦了一圈。这个真的是刚才刷完这个蜂蜜水之后，上面的这个明亮的油汪汪，这个颜色都有。周围啊，稍微有点焦了，就可以给它切掉。那个算是你烹饪失败吗？旁边？可能算。还是那烤箱啊，咱们那烤箱我还不太熟。我哇，这个焦边，你看这也可以吃。佟大厨，我们一人一半，一人一半。咱们是为了美观，所以才给它切得整齐一点。这个就是灯影的感觉，它没有薄到说让你觉得它硬了的感觉。你看我给大家拿这个掰一下，你看它没有干吧？它还是有这个韧性在，但是你依然能感受到它那个有那个劲儿的感觉。你看我这么去拧它。我这长的也行。对，这么去拧它的那个感觉出现。就旁边还有那根儿，别浪费啊。那可以吃。我们先削削面。这个大小呀，大家就随意就行了啊。我今天就来大的吧。咱们都洗过手，是不是可以直接上手了？对，可以。来。哎呦，火。吮指，太棒了！别着急，我还带了其他口味的。还有其他口味的，有2种口味啊，这个黄色的和绿色的不同。哇，一人一个吧。这是你的爱心包装啊！对，我这是什么口味的？这个，你尝尝试试。哇！还有胡椒口味，我喜欢。对对对，微辣的。你什么口味？香辣的。香辣口味吗？嗯。这个小包装，很方便，因为它装起来之后，我可以带它出差，我可以让孩子带到我学校去，跟小朋友分享。对。味道非常非常的咸鲜香甜。我这个是香辣的口味。哎，对对对对，一定要撒芝麻。就是我刚才吃到最后的时候，忽然间牙缝里面出来那个芝麻被我嚼开的时候，那个香气就觉得哇，这是对我的一个奖赏，是吧？对，就后面那个奖品又来了。甄选鸡肉，粉质细腻，醇香味美，泰特乐美极鲜鸡粉喊您回家吃饭。优质米面由认准福临门本节目由中粮福临门冠名播出。将里脊肉剔筋除膜切小块，放到绞肉机中绞成肉泥，加入盐、白糖、料酒、蚝油、原味鲜、头道生抽、原味鲜、特级红烧酱油、黑胡椒粉，加入美极鲜鸡粉、红曲米粉，调味调色，铺好油纸，放上肉泥，再铺一层保鲜膜，先用手将肉泥按扁，再用擀面杖轻轻擀成薄片，用这个菜板将肉馅压平整，厚度2-3毫米为宜。烤箱180度预热，烤10分钟，取出刷一层蜂蜜水，撒上白芝麻，再烤10分钟，取出放凉切小块。在这儿给您划重点，肉泥擀的时候要薄厚均匀，这样烤出来的口感会更加有韧劲。酥肉果丹皮非常简单，慢慢炸吧，炸完以后放在铁桶里面，差不多能保存1个月。炖汤的时候也可以吃，炒菜的时候也可以放进去。咸鲜味道竟然可以跟糖融化的这么好融合的，脆。
你不是说了吗？我要开胃的嘛，对吧？今天我就带一个到，就是前段时间嘛，正好看了咱们自己节目做那个叫果丹皮，然后突然一个灵感，给我儿子这个小酥肉配起来，是完全又一种口感。你要做一个小酥肉，小酥肉好像是四川的，我们宁波也有小酥肉，宁波有小酥肉，对啊，这个是宁波风味的小酥肉，宁波风味的好，今天叫什么酥肉果丹皮？那能不能兼顾就是我们这几个要点，随时随拿，方便一做，还要健康？没问题，今天我选用的是吗？是五花肉，因为刚刚姐姐那选的纯瘦肉，而我觉得就今天选用的酥呢，用五花肉，吃起来更加香甜，就能特别有那个爆香的感觉。我现在看着想吃，特别期待。打斜刀，这样待会儿我们腌制的时候能入味儿。然后另外显得稍微有点刀工，因为这个到目前看改刀也很简单。是是是是是是。这个菜您说是宁波，那你们是不是江南人？小时候就吃的。对啊，我们小时候也经常吃的，就是在那个逢年过节的时候放在一个铁桶盒子，还记得老原先的铁桶饼干吗？对，那个铁桶里面，然后炸完以后放在铁桶里面，然后封面我们差不多能保存一个月。那个铁桶啊，是很多孩子童年的记忆，因为那个铁桶开的时候，你知道它有微微的会有点生锈，就开始有声音嘛。对，我们家是用那个铁桶装什么？装白糖。当我每次要拧那个，需要舀白糖想去吃的时候，我妈就听到那声就冲进来，之后就把我现场制止了。是不是装那里面？你小时候要偷吃的时候会被家长制止？一般性外婆要听了这个声音，现在改刀改好了，改好了，我们开始要给它要腌制一下。咱们这个小酥肉跟四川的那个小酥肉什么？我不一样，江南小酥肉就能保存时间呢，就还有它的口感呢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来，两勺料酒，我们这边就是直接是炸的比较透，而它那边炸的并不是太透，就里面还保留一些水分，保留一些水分，锁定一些肉，然后呢加点那个五香粉。大家明白了，佟大厨说他们江南那小酥肉呢是在过年的时候做的，对，然后放一个铁桶里面要长期保存，所以说呢它在油里面时间比较长，脱水比较彻底。太太乐原味鲜头道生抽，来个差不多五六克，提点鲜。太太乐原味鲜特级红烧酱油，我记得四川那个好像可以不加颜色啊，因为它是外面要裹一层糊嘛。对，我们这直接是炸的，所以四川的小酥肉的酥指的是外面的皮儿，然后呢江南的小酥肉指的就是它肉本身就酥了。烧油是吧？来两勺糖，中粮茯苓能葵花仁油，它里面的维 E 含量特别的高，也有清香的味道。因为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健康吃肉嘛，我们也用更加健康的油。好，其实在这时候啊，我们再把这个肉啊腌个十分钟就可以了。油温咱们就说升到个五成的时候放进去，然后慢火慢炸。大家听到没有？这个油温很低，没有那个很大的声音。慢慢炸吧。哦，它一下就上色了。对。是不是这道菜烹饪起来也是简单的？也非常简单。搁料首先就很简单嘛。对，一定要加点五香粉。加五香粉进去，让它提个味儿啊。就慢慢炸，肉汁里面水分和油脂慢慢渗透出来。我在小时候，很馋，难得吃个肉嘛，对吧？再就看那个 K 笔筒，什么？铁皮桶嘛 ，K 笔筒，铁皮桶嘛。小孩就馋，就特别想在这铁皮桶里面拿点吃。一打开以后，好了，我外公、外婆、我小姨听好了，搁鸡伤我枪毒了，就是要暴揍。所以当时不是吃胖了，是脸被打肿。但是咱们这时候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在这个在爆油的时候，你看现在沫慢慢小了嘛，就是它会不出油了，会崩，你们一定要注意。太多。现在你看颜色已经很漂亮了，对吧？对，在江南您说这个菜是过年必须做的，平常也可以做，就一般这个储存好了以后，我们蘸点白糖当零食吃也可以吗？做菜，白菜放点这个肉，然后一起炖豆腐，一起炖，做个小砂锅，然后炒着，放点那个青椒一起炒，所以它有点像烧肉。对对对对，也有点像桂林锅烧，是吧？它放在米粉上面的那个，那就是可以长时间保存的。好了，成了。哎，这道菜其实除了就是有这个节日气氛之外啊，它也是一个零食，适当的给它吸下油。哇，这肉怎么瘦了这么多？哎呀，如果做了那个热炒的时候，它又会膨胀出来，还没好。哦，还没好，我以为就直接吃了。所以都叫小酥肉，但是呢，大家发现没有，就是江南的小酥肉和四川。
川地区和西南地区小酥最大区别就是在于它不裹糊，就干炸。西南地区的酥呢是外面的糊在酥，对。然后咱们的这个酥，江南的小酥的酥是真的是肉要酥。对，您是要把果丹皮怎么着？把肉包进去啊，用这一整根是吗？哦，哎，对，这个是原本你们江南就这么吃吗？啊，不是，就是这种吃法又能开胃，还能健脾。佟大厨因为现在有孩子嘛，对，然后是一个奶爸，然后孩子吃，你给他直接吃这个肉的话，他会觉得口感对太硬或者怎么不愿意吃。但是有了外面的这个果丹皮，它那酸甜口感，第一个是很讨喜，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。吃完之后呢，肉比较容易消化，对，这也是达到了一个健康的目的嘛。可以把这个小酥肉再给它摆点，撒点白糖。江南小酥肉，我觉得这一半蘸白糖呢，是你童年的记忆。加了果丹皮之后呢，是佟大厨作为奶爸对孩子童年的一个定义。我们洗过手了，是不是可以直接上手吃？直接可以上手。就是小的时候，佟大厨忍不住到铁皮盒里面。对，吃完了敲伤我了。这边正在伸手，后面八项就跟着是吧？因为小的时候真的能够吃肉，真的过年的时候的。对对对。那个，所以它已经对你来说不仅仅是一个零嘴的这么一个食物了。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这个多么的干哈！我把这个拿起来。看到没有？我手上是没有油的，我用力捏它，你看，我用力捏它，非常干，非常酥，就捏不出油来的感觉。如果放了咱们说这个铁皮桶里面，能保存差不多能保存一个月，是吗？来，你尝一尝，蘸点这个，就是它这个带着温度，可以把白糖稍微给它温的化在上面的感觉，尝一尝。脆，听声啊。蘸糖还挺好吃，咱们之前没吃过这样的酥肉，对吧？咸鲜味道竟然可以跟糖融化的这么好融合的，既有一种古老的感觉，但同时又让你觉得味蕾上有一种新意来，因为可能咱们之前没吃过这样的酥肉，对吧？尝一尝这带果丹皮的这个，也好搭。没想到不仅甜，酸甜口也搭。因为果丹皮呢，它的这个酸在嘴里面瞬间让你流口水，然后你就想再吃一口的感觉。我觉得佟大厨这个呢，尽管说，大家说，哎，这个是油炸的呀，但是呢，大家想想看，原本五花肉很肥，对，我们通过了长时间的这个油温，把里面的油逼出来，摄入到的绝对脂肪油脂降低了。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加了山楂，对，你吃完之后你不会说消化不了的原因，就这个问题，对吧？还有一个。用料十分简单，容易操作，随吃随拿，也能长期保存。酥肉果丹皮材料呢是五花肉，先将五花肉斜刀切成细条状，两勺料酒，五克五香粉，加入原味鲜头道生抽五克，加入两克原味鲜特级红烧酱油，而注意调色，加入两勺白糖，锅入油，油温烧至五成，把腌好的肉条放油温里慢炸，将炸好的酥肉放入盘中吸下油，果丹皮给它铺开，将炸好的酥肉包裹在果丹皮内，切成条状，酥肉果丹皮就做好了。画重点，五花肉呢在切的时候不宜过粗，这样更容易入味，油温一定要控制在五成热，这样不易炸焦，肉条的油脂能吸出来。甄选鸡肉，粉质细腻，醇香味美，泰特乐美极鲜鸡粉喊您回家吃饭。优质米面油认准福临门，本节目由中粮福临门冠名播出。你看一下这典型的人多肉少，来来来，您这带了各种各样的肉，来，都尝了尝，来，分了，这些，哎，便捷包装的，来，先拿俩啊，尝俩，啊，好像过年了，哇，你说有点，对，有点，今天我考100分，有点吃零食那感觉，对。